今天我们来玩磁力对战棋，每人九颗棋子，谁先下完谁就赢了。你先开始吧。好，我放中间。我放这里。角落这里安全。嗯，这里不能放。放哪了？我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看你放哪里。哎呀，直接给你一下子拿了四个。我也有一个。你快赢了。这几个都比较危险了啊！给我停位，还放这？我去，那我就赢了。这下完了，我以为我要赢了呢。咦，我还有一颗，你快赢了。最后一颗不好放，刚好给我腾个位置，又给我腾个位置，我赢了。